上线了，上线了！你有看过《新造型》的特效吗？超帅！你说那个乌龙是？对，它会像是天神下凡。我本来没有想抽啊，看到那个特效，突然想抽一下。你说复活特效？对啊。哎，这一次是你的蛋啊！这样不行啊！你的蛋比较丑。什么蛋比较丑？看我这个超好看的，好可爱的。我这个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笑面熊。笑面熊。笑着把别人杀掉，这样子。欸、怎么回事啊？这个方向没有好好控制啊！欸、跳跳兄弟跳啊！你是你啊？哦，是我。对对对对哈哈！太狠了！冲！先把那个庭院的表妹杀掉。哎、欸，你是什么控制方向啊？你这个人改什么？那可以跳啊，那可以弹呢、欸。哦，好，端。哎呦，真的、欸，我平常都不弹的，我觉得用下面滚会比较快。哎、欸、哎！哎呦，没事没事。哎呦哎呦！滚跳！哎这你都是你的操作、啊，要我是、啊。我觉得我们需要一点默契啊，就是我要告诉你我要干嘛。停，好，很好。没事没事，跳一个跳一个跳一个。对对对，来，我滚喽。好，控制好控制好。哎，这是改什么？哎呀，我刚是想要那个躲一下。啊，躲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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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躲这个躲这个真的要躲。不用不用躲，你为什么你不直接加速就好？转一下转一下，哎呦，我有我有狡猾，我有狡猾，哎，上上。我刚抓到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，反正进了。你把那个缝隙直接踢到他那个缝隙了，我靠！我们上次在节目上的默契可好啊？怎么现在长这样？我觉得有在场面对面用会比较顺。你是觉得说 Discord 那个声音会延迟是吗？是的，这会延迟没错。而且我不知道你的操作是怎么样。如果在旁边的话，我可以感觉到。谈谈乐，这个交给我，专业的，你只要好好的控制方向就可以了。先把它丢下去。OK OK。哎呀，哎，为什么躺在地上打滚呢、啊？好冲！哎，靠靠右一点，可以。OK。我要上跳板，我要扑。我一个。可以。顶级。刚好。交给你扑了。我的滚会用在等一下那个很多弹的地方。好。好 ，Let's go Let's go。这里吗？对。我等一下跳了一下之后，我就滚，弹一下，好，哎，可以，送他一个球，扑跳，哎，没有用，小鸡，小失误，小失误，没事，问题不大，不大，有进，滚，还是第一名，第一名，留了一个伏笔啊，看看这个人有没有机会追上，显然还是没有，绝对不是失误啊。绝对不是、啊，我们在吓他们。哎呦，这也要这样走，他就跟着我们一起下去。哇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配上这个麻辣冰块水。哎，那个庭院的表妹还在啊。哦，决赛喽。哦，无敌无敌无敌喽。我是没有忘记那个庭院的表妹啊。我跟你讲，先打他，我们后面有咸鱼，我们正后方有咸鱼啊。好，捡一个。哎，就 K 就 K 他，就 K 哎。就 K 他，哎、欸，我操，你干嘛干嘛一直转弯？我靠，你这个，我等一下说三二一我就弹哦，三二一，可以。你要跟我讲弹哪边？哦，对好对好，踩爆，啊，可惜了。哎、欸，有咸鱼有咸鱼，没事，直接跳开。这有一个反弹，有。哎呦，好好用，弹到不要掉。哎、欸，有炸弹有炸弹，我就丢他。那个墙。哎、欸，无敌！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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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哎、欸，这表面想搞，拉开这儿，拉开这儿，好，打到咸鱼喽，跳一跳个，挥，哎，挥，哎呦，你打那个在关账的，哎，怎么都跳板了、啊？哎，靠腰，无敌，没事，开滚，我要开滚，我要去拉开战场，来哦，准备哦，我要 TA 喽，哎哎哎哎哎，哇！哎呦，这个人，哎、欸，干嘛？哇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还在线还在线。我觉得还是要拿个手雷啊。来喽，来喽。哎、欸，沙小为什么？哇哇哇哇哇！为什么有一个隐形东西打到我们？靠，有人飞走了。哇、哦！哎、欸，小弟，挥下去啊！怎么说？哎、欸，跳一个。哇！我这个就是自信，我就是不跳。我觉得我吃鸡了，我那一下一定把它锤飞。那、啊、如果他有回收，那我就按无敌啊。哦，没有无敌是吧？
还有留一手伏笔啊。哎，我们第一场要吃鸡嘞，这样等一下立中要是跟我们有吃鸡，这场气话的胜负就已经出来了。哎呀，抱歉啊，立中，去洗碗吧。这场将证明我们的默契是否高于陈轩。肯定要了。魔术管道，哎呀，这关我只能说零失误。跳。哦，忘记了。靠！我刚才这边用移动方向，想到奇怪，怎么没有开始？来，可以，顶级，就是这么顶，大顶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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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电视机是可以用的。没有，我是有其他的想法的。你干嘛扑啊？我是有其他的想法的。你刚刚那一下喷的特别冷，不需要扑。哎、欸，要控制好啊！哎、欸，这我控制的很好。推进装置启动。哇，本来是可以第一名的，可恶！我合理怀疑。我就是想说，他喷那么高，应该是扑得过去，不然照理来讲，他最远我有测试过，他极限就是在第三个。我们刚确实会掉第三个，小点扑了他就下去了。我就想摊一个嘛，想试试看，难得飞那么高，整个人都感觉你这个翅膀是有这个功能性的、啊。你说我有翅膀飞比较远，你有玩过这关吗？我没有玩过这关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吃豆吗？完了，啊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好像陆服有出现过。你要记得扑哎。好，没问题。这里，可以。好，稳。这里还有，他们有高分一点的吗？哎、欸，后面有两个，哎、啊，你错过了。哇！哎、欸，全系统就绪。哎、欸，两分。交给我嘞！有碎。哎、欸，前面，往前。哎、欸，后面两分的。滚！跳啊！忘记我是跳了。哎、欸，有五分的，立中。前面。我看到。快！快！哎呀，好，多一分。可以。右边，好，有了，过了。完了，输了。燕翎。我觉得是有根据的，我没有玩过这关。哇，哎、欸，这个淘汰感觉非常差，因为他是在你面前，我觉得有必要上诉一下。这个没有玩过啊，又是我跳，正好就是给我血洗一下。我们零失误，跳个零失误过关。哦 ，nice， 来啊，挖沟喽，沟，完了，高人抓人，没问题，跳个，有超顶。直接滚到底，就此上去。哎、欸，你的方向。跳个，跳。哎、欸，我靠，你什么？哎，不要，慢慢来跳。哎、欸，这个嘛。哎呦，跳。不是。刚刚他在滑掉，然后我们两个一直没有。你就一直让我撞墙，我只能跳。你怎么不往左边一点？不是，你要冷静，你不能那么冲动。我严重怀疑你是没有用左边哦，你是不是在抓痒，然后一直按着往前啊？我有了，我怎么抓痒？你最常打游戏在那边抓痒？没，你刚才全在抓痒。要战斗还是要 peace？ 我觉得好看的话战斗好，而且他们一定不好操控，我们默契一定干。来，我们默契比他们好。这个顶级啊！哎、欸，我要滚！哎，来不及！哎呀，还想再多杀几个，这么快？这关我觉得带隐身，双人一弹嘛，直接搞阴的。没错。来冲啊！我要去找炸弹，先捡一个炸弹先。哎、欸，后面有！哎，不行！哎呦，好危险啊！瞄好，碎，可以隐身。捡保龄球！哎呀，没丢到！我要中了！哎，干嘛？你手不顺便直接把它装上去就好了。好，我觉得我们隐身跳板。好啊，哎、欸，他、啊、怎么自己上去了？来，红小豆！来，三二一，往回走！我以为你在数他的炸弹。哎、欸，捡炸弹！好，隐身，搞硬的！咦？哎、欸，猜错了，是别人的。我的在那里。
逮错人了。对啊，你找到别人的、啊。哎、欸，跑先跑先跑先跑，还有咸鱼啊！我知道你马上跳下。啊，你再先跑先跑，哎、欸，有炸弹，炸弹，先跑！啊啊啊！不行，我现在在这个地方。不是你那个彩抽地也真的太丑了。没有，刚刚那个怎么可以这么丑啊？你刚刚想说怎么踩的，我自己飞走。